聊沟通。问题勇敢说。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您家中的小孩是不是您心目中的乖孩子呢？可不可能在家中一套，但出门又截然完全不一样呢？小孩子为什么会伪装？伪装的小孩子就是坏孩子吗？一个小孩两个样，在家在外不一样。今天邀请到作家吴又贤以及亲子教养作家邢小平，和我们一起听听这些小孩是如何逃过爸妈的法眼呢？在家里就是一个姐姐，然后会教妹妹功课，然后翘课喝酒，上课也会喝酒，老师也管不动我。啊！其实我自己身上有三个，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看过。他现在知道了吧？我一定会霸占电视，让他看不到月经。小孩交女朋友不肯讲实话，都是爸妈的错。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他们的吗？现在？这还是女朋友这一关，因为他们的观念比较保守，他们觉得说，你找女朋友一定要那个就是乖巧听话，然后遵守三从四德啦，然后要长得好看的啦。他说不喜欢客家人，不喜欢原住民，不喜欢混血，他什么都不喜欢。那我心里在想，你什么都不要，那我干脆出家算了。不老实骗爸妈，小心有报应。我曾经有带过女朋友回家过夜，然后他们都不在家。都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就去夜店。妈妈，你知道知不知道？不知道。看你老了，你也不能把我怎样。觉得你有一点愣头青鬼的。好，妈妈就是个性好，脾气很好，然后你就好像吃定他了，你一定会有报应。今天我们的主题好像是在拆穿人生的假面具。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50位同学，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拆穿他们真实的人生，他们有没有活在假面具的下面呢？我们第一题就问这边的50位同学，只问你们啊，你认为自认为自己在家里面跟家里外面，你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你家中是一套，出门是一套，你是这种善于伪装，爸妈可能不知道你在外面的很多真面貌的，你是这样同学，你是这样的年轻人的，请答圈。我过的是假面生活，是的，请答圈；不是的，请答叉。34位里外不一，看来啊，我们爸妈要紧张了。来，聂轩，从你开始，先告诉我一下你的里外不一是什么样子。哦，当然喽，就首先爸爸妈妈的管教非常严格，所以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那个会照顾弟弟啊，一个好姐姐，然后非常独立自主。可能老师也很少会打电话来家里关心我说我最近功课退步，什么都不会哦。但是事实上，我这个人就非常的喜欢自由，然后又喜欢玩乐，所以为了要抗拒就是父母对我的管教，然后争取自己的自由，我就只能阳奉阴违。讲几件阳奉阴违的事情。像以前我记得啊，就是段考快要到了，所以压力非常大。虽然说段考完下午是可以出去玩嘛，可能只有半天的考试，但是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在考试之前翘课跑出去玩。所以我就到学校之后和别班的同学串通好，我们就假装就是生病，所以就去保健室，然后就感冒，拿了假单之后就跑出去逛西门町，就在外面逛街。不这样子话的，你回家之后呢，有跟家人讲吗？我当然是先计划好，所以说我逛街完之后，接下来应该是补习时间，所以我就还要等补习时间过了之后，准时算好10:30的时候进家门，所以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其实是跑出去玩。你这样做之后，回家里面是有罪恶感，还是觉得瞒过他们觉得很得意？其实我没有罪恶感呢，我觉得很得意，很刺激的，骗过他们很刺激，所以后来就一犯再犯吗？对，后来就是都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不用跟爸爸妈妈解释说为什么我想要出去逛街，为什么我不想要念书。我来问一下旁边的1号同学，你也是过的假面生活吗？就也算啦，就是其实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看到爸妈也不会就是太 over 什么，可是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一直跟同学说黄色笑话。我今天不要求你说黄色笑话，或者在家里面，你父亲或爸妈他们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吗？对对，所以在家里面你从来不会听过他们讲黄色笑话吧？不会，不太会。如果你在家里面讲黄色笑话，他们会怎么样？不知道，没吃过。那你的黄色笑话
从哪里来的？有的时候是从同学听来的啊，或者是网络上面都有啊。好，你在外面跟同学讲很多黄色笑话，你得到什么刺激吗？就是大家都在笑啊，就觉得就有一种成就感吧。成就感？那你回家为什么跟爸妈也讲呢？他好像觉得很奇怪。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学生就会觉得在学校，父母或老师都希望你是好好读书，然后成绩表现好就好。但是我会觉得我不行啊，我这个人我就是要在外面，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买东西，决定我要穿什么，然后我要喝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拥有我人生的那个决定的权利，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那是因为你在家里得不到自己的管理权，在家里不行。所以你觉得这里面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父母亲的管教问题？我当然会觉得是父母亲的问题啊，虽然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公平，可是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好像就会觉得他们对我们这样子的管教是最好的，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我不觉得那样是最好的，我也不觉得那样是我需要的。那这位同学喜欢讲黄色笑话，他父母亲应该让他在家里面讲黄色笑话吗？其实以前我都觉得班上很会讲黄色笑话的男同学都很聪明，哎，就是他们其实，对啊，我都觉得像一号同学这样，他一定就是有某方面的才能，他可能就是某些科目一定可以考得特别好吧。一号同学，将来你求职的时候，千万不要你的专才上面写会讲黄色笑话啊，可能对你的找工作，那你觉得你的人缘是不是很好？算还不错，算不错，是靠黄色笑话得来的吗？也不是啊。但是你很喜欢做一个人缘很好的人，对不对？对。你觉得所谓小孩子里外不一，是不是来自于父母亲的管教问题？有时候，我觉得不太一定，哎，不太一定，在父母面前就会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一面吧。啊，哎，这有没有道理？你可能是因为在父母亲表现最好一面，但其实最好的那一面，你可能自己在外面你想放松。当然是有可能啦，可是我觉得父母会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最好，不是因为我才艺很好，也不是因为我可能很会唱歌、很会跳舞，而是因为我读书的成绩很好。那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与其只能用这个方法来让父母觉得我很优秀，就不如就是自己想办法来证明自己很优秀。我懂了，所以他们只要看到是他们想看到那一面，对。但其实很多你有其他的方面，但是他们你展现的时候得不到他们的掌声。得不到啊，就像以前我可能出门要去学校排练话剧，然后我妈妈不让我出门耶，她说你为什么就是不是出门读书或是打工赚钱，然后你不可以出门。然后我那时候当下觉得怎么办，那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剧组解释说我是因为被妈妈说我不可以去学校演话剧这件事。所以你怎么办后来？后来我就只好都用跟她说我要去学校上课的方式来出门排练啊。所以你演了半天，她根本不知道你会演话剧。她不知道。其实那是不是话剧帮了你的忙，你在家里面也开始演戏？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就学习怎么样表演啊。跟父母亲演戏会不会很痛苦？其实我好怕被拆穿哦，像我妈妈她还会去检查我的发票，然后有一次我是跟她说我去假日的时候要补习，后来我被她发现那个时间点我有那个电影院的发票，然后她就说柯天轩，你这时间不是应该在补习班上课吗？为什么你跑去看电影？补习班今天移到电影院上课。然后后来我当然说没有，我说发票是我捡到的。你捡发票的习惯，你觉得父母亲会相信吗？我说我捡发票想要中200万，但他好像有点怀疑，我就超紧张的。所以他们有怀疑，但是你也努力的演。对啊，然后之后就只能小心一点，就是赶快把发票就看到那个发票箱就捐出去，然后就不敢再带回家。我在家里就是一个姐姐，然后会教妹妹功课，然后永远都是玩电脑跟读书的人。哦，又是来了，跟聂轩很像，家里父母亲期待的你就是这个样子。对，因为我从小就是成绩国小比较优秀，然后到国中可能比较叛逆，因为他想要我，他越叫我念书，我就越不念书，就越爱带头玩乐，然后翘课喝酒，我上课也会喝酒。啊！上课公然喝酒的事，爸妈真的不知道吗？儿子在学校搞破坏，爸妈完全不知情。那阵子中学校中的人说要出资卡，说你要储值卡才能吹冷气，我就把那台机器给拆了，然后就按照电影的情节弄了一杯奇怪的液体，然后就把卡插上去，然后把水弄上去，然后那个机器真的出现错误，然后那个冷气就继续吹，不用钱。
国小比较优秀，然后到国中可能比较叛逆，因为他想要我，他越叫我念书，我就越不念书，我就越爱带头玩乐，然后翘课喝酒，我上课也会喝酒，老师也管不动我。啊！你国中就喝酒啊？对，而且我是班长。哇！对，然后我想问你哪个国中了？对。那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从踏进到国中，你怎么开始这些行为的？因为我们的同学几乎都是。就是我觉得这种同侪影响很大，那我本来就是乖乖，可是一上国中之后就开始变坏，然后我们就是我会上留下来上 A 组班，可是我不喜欢上，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要留下来上 A 组班，然后我就去买酒回来喝，喝喝喝醉，我们就用一种很愚蠢的方式，从第最后一排，然后慢慢移动到第一排到门口，我们以为老师不会发现。然后事实上老师都知道，只是已经不想管我了。老师总有鼻子吧，可以闻到班上酒味吧。我都坐后面，因为我是班长，我要 cover 全班。你怎么会想要去买酒喝呢？就是高中国中生吧，就是觉得什么都想尝试，想要抽抽看烟是什么感觉，想喝看酒是什么样的。那后来就有一点上瘾。知道超商不是不应该卖给还没满十八岁的人吗？绝对是不能的。所以那你怎么样去？家里面还是认为你是上课乖乖牌，对不对？对。你身上的酒味烟味，你怎么去毁灭它？哦，我烟味有尝试一次，我就不会碰了。那酒就后来一直国二那年就沉迷于酒当中，因为我国二就一直留下来上 A 组班，就一直喝酒，然后一直翘课。总要回家吧你？我会在外面混到酒味都没了，然后再回家。然后妈妈都以为我在补习班，或者是在留在学校自修。你回家只是为了酒醒而已，等于说，对，那就是你的国中生活。对，这是我国中生活。那你的成绩还能维持吗？我到国二升国三的时候有复苏，就是有老师也跟我讲，老师说你到底要不留下来上 A 组班，你到底是要混到，因为我们学校有两条，一个是升学，一个就是摆在那边混。然后我那时候面临抉择，说我到底要往哪一个班级走，老师跟姑姑都好好跟我就是劝说，那最后我就决定我还是去升学好了，因为看到那些走另外一条路的人，其实最后出路都没有很好。所以爸妈那时候有知道真实的状况吗？整个你国中的三年下来，翘课有被抓到，喝酒有醉过回家，然后被闻到，醉哦，终于醉到回家了。对，不小心的。然后他怎么处理你？我妈妈就一直逼问我啊，那我就一直否认，可是我已经发酒疯在家里，然后味道也很重。对，隔天就我那时候已经醉，然后他就想算，可是隔天起来被臭骂，然后每天都碎碎念，然后说你不要给我碰酒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一直骂我。你觉得你为什么在国中的时候会过这种两面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管得很严，然后他很喜欢指定我要做什么，你今天要看什么书，你一定要考上第一志愿，起码要第几志愿以上那种。然后我不喜欢那种你 push 我的事，你越逼我，我就越就是不照你的话做。那如果你不管我，反而会自己好好读书。小孩子习惯里外不一，或者是伪装自己，是不是跟爸妈的过度管教有关呢？换言之，我们题目就是因为爸妈的过度管教，所以造成小孩子经常会隐瞒他自己的行为，甚至最后会表里不一。同不同意？同意的请答圈，不同意的请答叉。爸妈的过度管教容易造成小孩很善于伪装自己。将近九成的同意，难道我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今天的答案吗？辛老师请。好，其实我觉得人的本性里面可能都有两面，只是有的人很会隐藏，然后别人不容易感觉。但是因为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家里面会有一些约束，那其实约束的出发点第一个基于爱，就是基于保护，所以呢会有比较过多的约束。但是很多父母都忘记自己也曾经年轻过，自己也曾经想要自由过。可是当他一旦成为父母的时候，他就忘了那些事，所以他会喜欢用保护、用权威的方式去要求孩子做到我希望你做的那个部分。通常都是那种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现在却觉得我很想做，而且我觉得做了也不会怎样的事。这个类型的事情是最容易让孩子去隐瞒父母的。那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就是他禁止的事情越多，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那么去抵触到小孩子认为我可以做又不会怎样的事情的那个范围就变广了。于是呢，孩子在这个部分好像表里不一的几率相对的就提升。但是我觉得
孩子有时候是想要争取自己的福利，他又想要在外面玩得很自由，又想要回来被爸爸妈妈很放心的当作听话的孩子，那个心里其实是想要去得到一些就是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啊、好感啊，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也蛮诡诈的。他们为什么在外面的伪善，在家里面他不敢施展出来？是不是还是顾忌父母亲，或者是还是他对父母亲有一份尊敬？一方面就是怕父母亲可能会伤心难过嘛，二方面可能就怕自己原有的那些乖宝宝的福利被剥夺啊。对，因为本来我爸妈觉得我很乖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月可能有500块的零用钱，那万一他发现我抽烟，他那500块就不给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我还是装一下比较好。我平时在家里就像个乖宝宝一样，就是像只兔子一样就很乖，因为像个什么像只兔子一样，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很温顺，对吧？对，很温顺，因为毕竟活了20年的环境，什么事情都搞过了，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叫不乖，所以去到外面就会像走私贩子啊，然后像个在学校的企业建造一个企业集团啊，然后那阵子学校装的人说要储值卡，说你要储值卡才能吹冷气，那时候班上每个人缴100块，那我总务我要去储值，然后我在想，缴钱这种事情好像不太好，就开始因为平时真的不念书，去了学校就是在混，除了画画以外就在混。然后那阵子开始就很认真的上物理课跟化学课，想要如何破解那台机器，然后就研究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看电影，就看那个间谍片，然后那个主角就弄个液体还是什么的，就弄在那个卡片上面一插，那个机器错误，然后门就开了。我仔细想一想，说不定有效。那是电影啊。对，所以我第二天，不是有时候有梦想嘛，就说学校真的，然后那天刚好体育课，刚好室外课，我就想说我要回教室拿东西，啊教室都没有人，我就把那台机器给拆了，然后就按照电影的情节弄了一杯奇怪的液体，然后我拿水，然后就把它机拆开，看到一条线，然后就把卡插上去，然后把水弄上去，然后那个机器真的出现错误，然后那个冷气就继续吹，不用钱，你很得意，当然啊，那时候我想到的事情是，这下发了。然后就，可是过了几天发现有点小缺点，所以又改良，还是继续上课就改良一下，就发现那个插头跟家里那个网路线插头很像，然后就去把数据机的盒子给拆开，拆一拆，然后去接，然后再转接下来，哦，没问题了，永远不用钱。然后这时候，可是自己爽不好啊，就想说能不能发财，就开始联合其他班，你们班的总务出来，叫你们班总务出来一下，我教你们怎么样不用钱啊，你给我500块，我教你。对，然后就隔了一个就催了2个月，好多班都不用钱，然后学校都发现啊，奇怪，为什么应该刚刚好的啊，为什么突然，然后就查到我，哇，这下完了，学校把我约谈了，我当然不会承认啊，我这东西可以申请专利了，对不对？我当然不会承认啊，你说我那你觉得我怎么做的？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做的？那你要怎么抓我？最后就跟他僵持，他没办法，只好放我走。然后就大家中午要吃饭嘛，就吃便当吃腻了，学校不能卖泡面，我想想这个东西应该有市场，所以我就从校外引进泡面，所以我就去学校，不是带书，那书包里面全都是泡面。你书包能装多少包？一次大概可以到20几包，20几包。然后有时候还要在外加大袋子啊。然后你卖的会比外面贵一点点。当然啊。哦，是当然。没有啊，不一样的价钱啊，有的有毛利嘛，要算一下毛利啊。所以我妈一直以为我去学校怪怪的，然后就开始卖，我还印传单印 DM， 反正你美术我知道打企业形象，对，然后就发 DM。谁好你同学，你小时候零用钱很少是吧？这其实不，我妈平时大概一天大概有100-200块，最多200，可是我也不缺啊。其实说真的不缺。那你为什么对发财会这么有兴趣呢？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我爸妈本身是老板，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人说如果管教过人，其实不是，是你们本身就老板，那我也想当老板啊。那我在学校像个老板一样。所以你那个泡面生意后来做了多大？我做了，哇，一个月的一个礼拜的业绩上，我上好几千块，然后就卖，就这个广告打太大，然后学校约谈又被学校约谈，我这次比较聪明，我在校规，从警告到大过一个翻，没有任何一条。我说学校不能卖泡面，然后去到教官室，他说，我就直接说这里面有哪一条说我不能卖泡面，他就翻了一条，其他事项另议。我不知道怎么讲啊，那
那怎么办？他说啊，那我说你是共产党吗？是不是你讲了就算啊？结果他打给我妈，那我知道承认说我在学校卖饭。他说啊，你晚上要干嘛？晚上我在写我的进货表跟出货表，要算利润啊。对啊，我就很认真的在学校做这些啊，因为我总觉得去学校很无聊，念书也没钱赚啊，除非有钱赚就念。你现在念商学院吗？没有，我还是念美术学。我现在之后就被退学了，就被学校退学，成绩太差，又在学校胡搞瞎搞，结果就被退学了。可能是家长本身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环境是什么。如果你生在一个每天就是买卖买卖买卖，小孩子从小到大就在买卖买卖买卖，他久了他也懂这个道理，怎么买怎么卖啊。那他自然而然，所以你是受家风影响。对，我觉得是家风影响。家风影响，吴老师。其实我觉得，十一号同学算是那种智慧型犯罪的典型的性格。听到没有？就是、犯罪哎。对，就是说，其实他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像外人想说他是为了钱，他为了满足自己那种成就感跟乐趣。好，那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做的这些行为，其实就是你希望能够赶快的去模仿那些大人的行为。其实有时候跟他们去抽烟跟喝酒有点像，因为你觉得大人的世界里面就是这些买卖。那我觉得你只要能够把自己这个特长继续的发挥，但是不要触犯到这些法律啊或规定，可能你未来是很有希望。不过我到目前为止好像很少看到那个很有艺术天分的人又很会做生意哈，所以你应该是他可能是第一个，对，可能是奇才。因为学校有教那个企业形象嘛，所以我很了解怎么去行销。我们先来假设一下，如果你碰到事情，你是家长的话，你觉得要不要去拆穿他们？小孩子的表里不一事情被您知道了，要不要拆穿？你觉得要的请答圈，不要的请答叉。这个比数很有意思，小孩子认为不要，家长们认为是要，究竟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听十二号同学，十二号同学先告诉他们你的哪一些表里不一行为，以及你有没有被拆穿。像我在家里是很乖的小孩，就是每天固定上下课，然后假日都不会出去玩，可是在外面就是自己的世界，然后像可能瞒着爸妈抽烟喝酒。对，曾经有一次就是在家里偷抽烟，差点被妈妈发现。那次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之前都不会在家里抽烟，然后有一次就是突然想抽一支，然后就躲去厕所抽，然后出来刚好遇到妈妈，妈妈说：“哎，你身上怎么会有烟味？”我说：“没有啊，没有啊。”他说：“有啊，你身上有烟味。”我说：“啊，我刚刚在里面点蚊香，应该是蚊香的味道。”因为我妈妈对于蚊香很那个香烟味很敏感，她说：“不是蚊香，是香烟的味道。”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你闻错了，就跑走了。”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这样，只是没有拆穿我。他没有追究你。对对对。你现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是觉得父母亲如果察觉的话，他们应该去拆穿，应该去做及时的拆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小孩子就是会在爸妈面前伪装自己，是因为，我们之间沟通就是那个信任不在。如果说爸妈就是我什么事都跟爸妈讲，那我们就不需要伪装自己了。那问题是在谁先没有跟谁讲的？是你不跟爸妈讲，还是他们不听你讲的？应该我觉得说是爸妈他们的问题。他们问题，讲讲以你的例子来讲，你刚开始第一次去骗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翘课了还是抽烟还是什么？第一次好像是去夜店吧。去夜店。然后那是你几岁？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去的，不准你去。他们觉得说去夜店都是坏孩子去的地方，会被带坏啊，很多坏人在里面很危险。然后就大一的时候，同学就说：“哎，我们去夜店玩。”然后我就跟妈妈说：“哎，我同学他情伤，我要去安慰他，他不然他闹自杀。”我妈妈就说：“他情伤干你屁事。”然后我就说：“不是啊，是好朋友，当然要安慰一下，身为同学。”然后后来就去了。然后可是中间我妈妈又打给我，然后我就不敢接电话。然后到凌晨四五点结束才回家。然后你跟你妈讲，同学还很好。对，我说哦，我有安慰好他。然后他觉得你在外面做了一件好人好事，以为。可是我妈妈还是有好像有怀疑，她觉得说我怎么都没有接电话这样。所以以你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你觉得你跟他诚实的讲，你是什么也去不了，他也不会理解你。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沟通，因为如果妈妈回来跟你沟通，然后说你跑到夜店去，然后你们两个最后什么会结果，他来拆穿你。他可以就是让我注意一下安全之类的，不是说限制我们去干嘛。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反而更叛逆。就是像假如说，爸妈应该觉得说抽烟喝酒不好，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做，不让爸妈知道？
所以他们就是一昧的去叫我说不要做这坏事，可是他们不会讲说啊，你去注意什么啊，可以什么的。当然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可是他们就说不能去做，就很强制的规定。对，如果跟我们沟通，像爸妈一定会有抽烟喝酒啊，为什么小孩就不行？所以你觉得还不如大家早点摊开来彼此。对，我觉得有事情可以就是摊开讲，摊开讲。我反而就是中间。你同意吗，聂轩？你反而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就是我之后之所以一直要这么表里不一，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做坏事，然后被拆穿。像我小学要去男生的同学家里，他生日嘛，然后我妈妈就一直说，那你要去男生家里，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她要问得很清楚。然后结果我就跟她说五个男生，五个女生。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还不知道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结果我女生的朋友来找我要一起去的时候，我妈妈就故意问她说几个男生，几个女生。然后我同学就突然傻了，傻眼一下，然后我就说啊，一半一半。然后我同学就赶快顺着我的话说，对，一半一半。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觉得事有蹊跷，所以她就派我弟弟当那个小间谍，就跟踪我们。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只有两个女生，八个男生。然后弟弟就回家打小报告。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妈就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说我骗她啊，这样很危险啊，然后什么什么，不知道检点啊，然后就把我禁足一个月。所以这件事反而没有让我觉得说哦，我做错了，我只觉得那我以后犯罪要更加小心，绝对不能被他发现。那你觉得如果父母亲知道你违背他们的吩咐去做了一些事情，回来我发现了，难道不作声吗？不是啊，因为像有些老师知道学生偷钱，他不一定会说谁偷钱，他可能会说班上有人做这件事，然后我就不讲是谁。所以我觉得父母也可以讲说，我知道你在干嘛，其实我都知道，但是你还是要把课业顾好。然后如果你课业顾好，然后小心安全，那妈妈不会说什么。我觉得父母可以用这种方式。所以你不赞成十二号这种大家摊开来谈？我觉得不用这么直接吧，因为像我如果父母直接说的话，只会让我之后更加小心。哦，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了。有一天我的孩子他自己一个人要出去吃饭，才高中生，然后我听到他打电话定位，他问他说一个人可不可以定位，他不是当着我的面打，可是我听到了，但我没有阻止他出去。那我就他还问我说，那你会让我出门吗？我说我已经答应你了，我就会让你出门。但是我后面有加，我说可是如果你出门遇到了什么事情，还是希望你打电话回来啊，你想要做什么我们都可以陪你去。我不晓得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说也许孩子是碰到挫折了，也许他是想要拥有他自己，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想要独处的时光，然后我们必须做他的后盾，就让他知道说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不好了，他要找人，他可以找得到人，而这个人是他可以信任的人。我觉得当爸爸妈妈这点非常重要。郭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到底父母亲该不该拆穿。好，那我觉得拆穿有时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有很多父母亲其实是在观察，然后给各位一些时间，看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尝试之后的调整。那我们看到都只是要不要拆穿这事情的表面，其实我觉得亲子沟通有三个要点可能是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注意就是说，孩子跟父母亲谈论什么时候，父母亲不要很快的给评论，因为很多父母亲很快就会说，你看你那个朋友就是很坏了，或你看你穿的衣服就是很暴露这样。那我觉得小孩子一听到这种评论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踩到父母亲的那个红线，那以后我可能就要骗他。所以第一个先不要评论。第二个我觉得要顾全孩子的尊严，譬如说你妈妈一定有闻到十二号一定有闻到那个烟味，他只是不想要撕破脸。所以我觉得当孩子感觉到我的父母亲已经给我尊严的时候，要珍惜那个，你那个心虚是因为你珍惜。好，那第三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到最后还是要回来肯定孩子的行为，不论他做错了什么。譬如说肯定他这么年纪这么轻就一直想要尝试看怎么样可以变成大人，譬如说去夜店啊，去喝酒，其实这是一种想要让自己更成熟的一种动机。那也许他这件事情的行为本身在父母亲眼里是错的，但是你必须要去肯定他想要尝试的那一种好奇心，因为你如果又回到那个事情的对错本身，你们之间的沟通之门就又关掉了。所以要把握这个，就是不要评论，然后给他一些尊严，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尊严之后，让他能够找回自己那个自省的力量。十四号，其实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个电影的桥段，可能大家都有看过《那些年》。对，其实那些年男主角已经的妈妈已经知道他在房间干嘛了，但是他不拆穿，就拿一包卫生纸给他说省点用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
像刚刚提到，这是环境的因素。像就拿我来说，我爸妈都是教职人员，所以他们很希望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哦，那个规规矩矩，很会念书，然后拿个好成绩回来。对，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有些那个作奸犯科的小孩，爸爸是警察，所以我妈妈是老师，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念书。对，这是一个反差，所以我在家就是尽量做到他们想要的样子哦。对，我就是上课下课规规矩矩的回去啊。其实我国中之前成绩也都不错，但是上了高中之后，我就慢慢发现，其实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为什么我要照着他们的样子去做？所以我就开始。但你觉得没办法跟他们沟通，你对于念书不感兴趣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念书真的非常的很无聊。好，所以你后来再怎么做呢？你每天还是上课啊？对，我还是去上课，但是我去上课的时候，其实老师讲什么我根本没有在听，但是我会做一些想要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比方说，我爸妈也是比较观念比较保守一点，他希望说，哎，你最好是上大学之后呢，再去交女朋友。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其实16岁那一年就已经有恋爱经验，但是后来陆陆续续交过十几个，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儿子是情场高手，交过十几个女朋友，但爸妈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其实16岁那一年就已经有恋爱经验，但是后来陆陆续续交过十几个，他们没有一个知道，十几个都不知道。你怎么隐藏的这么好呢？对，其实蛮累的，因为每一个都要用不同的方法。像有一次，对，像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我就是跟我女朋友约好说，哎，我们早上的时候进校门之前呢，先在捷运站就是先见个面。那天的时候，第一堂课大概8点多嘛，我就是5点就出门了，然后就跟他约在捷运站，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见个面聊聊天什么的。结果有一天，你爸妈都不搭捷运的吗？第一班捷运6点才开耶，5点就出门太早了。对他们可能以为说我走去捷运站的路上还要做别的事情。不小心跟女朋友聊太久了，就迟到，就导师就很激活，打电话去跟我妈讲说：“哎，你小孩今天又迟到了。”哦，我妈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么早出门怎么还会迟到呢？两个钟头前就出门了，对。对，我那当然是用掰的，我就想说，哦，因为那天捷运刚好停顿，有那个突发事故，然后公司又不好等，所以我就迟到了。那更好笑的是，我女朋友她也迟到，她回去跟妈妈用的理由是一样的，两个蒙在一块了。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我一些同学朋友会套好招，就是说，哎，我今天要跟谁出去你就帮我跟我爸妈缓颊一下。他们也知道我帮了个爸妈的电话啊。然后我就，比方说，哎，今天我跟没有出去，我跟你说，哎，那个同学，如果我妈打给你的话，你该讲说我去做作业哦，我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啊。他很配合，会帮我做音效。也比方说我说我去讨论作业，他就故意讲说，哎，那个同学，我跟你讲啊，那个其实作业应该怎么做然后其实怎样会比较好之类的。所以你每天大概最高兴醒来这件事情就是说谎，也不是，就是我醒来这件事，我想到说我今天要赶快出门，因为出去之后才可以做我自己。所以你编了很多剧情，然后你自己很满足在那。你觉得你父母亲从来没有一次真的察觉到吗？你觉得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应该说很少，因为像那个时候他们就观念保守嘛。那有一次我就是偷偷背着他们去染头发。然后想说不对，这么明显他们不可能看不到，那怎么对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去外面买了一个那种暂时性的黑彩，还有帽子，就是进家门之前我一定先喷黑，喷完之后再进家门，就是一定要在他们看到我的时间是黑色的。好辛苦、哦。对。然后进去之后再洗澡，洗都洗掉。也就是从来没有看到。很少，对。可是这样其实蛮累的，因为我进去回家之前还要先去什么麦当劳啦、加油站找个有厕所这样化妆一下。对。那后来我学好一招了。你觉得你活得这么累，到底得到什么乐趣？因为他们都喜欢，就是像我妈妈是小学老师，她当了一辈子，所以她的观念就是，因为小朋友嘛，一定要听老师的话，所以她就变成说，她跟我们相处，还有跟亲朋好友相处，都觉得说，你一定要照着我的那个模式去做，你不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不对。她发现说很难跟她沟通，因为她教小学教了几十年，她的观念是根深蒂固了。所以我后来发现说，那与其跟你讲讲不通，那我不如就是化名为暗，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累了一点，可是我过得很高兴。所以你是不是蛮得意的？你把你父母亲其实也照顾得蛮好，你自己也有一套你的生活。对。然后你没有让他们伤心，反正他们也不太清楚。对。你处理得很好，你觉得自己还很不错啊、哦。其实就像我们想的说，其实他们不喜欢我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觉得说，其实我也没有在作奸犯科，就是说，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只不过你们不喜欢而已。那我也没有做坏事啊。对。那有什么不可以、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现在其实算比较顺了，像我爸妈他们也不喜欢我喝酒，但是现在最近他们比较知道了，因为我小时候就看我爸爸在每天在喝洋酒，我妈妈每天在喝大陆酒，大人喝得很高兴，可他完全不让我碰，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们喝这么高兴，为什么我不能喝喝看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偷喝了。你现在是念书还是做事？我已经毕业在做事了。
好，那现在你开始可以独立掌管你自己的生活了。嗯，大部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他们了吗？现在？好像还是女朋友这一块。啊？哦。应该，因为他们的观念比较保守，他们觉得说，你找女朋友一定要那个就是乖巧听话，然后遵守三从四德啦，然后要长得好看的啦，那什么东西，然后甚至那个理念不合都也不可以，然后身份不同也不可以。比方说，这可能有点得罪人，他说不喜欢客家人，不喜欢原住民，不喜欢混血，他什么都不喜欢。欸、想那我心里在想，你什么都不要，那我干脆出家算了。所以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如果他们不想听到、不想知道的，你就算了，不让他们知道。对，其实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就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做成他们要的样子。但是出去门，所以你告诉我们，你觉得小孩子，你会鼓励别的人这样子吗？如果我的父母亲跟你的父母亲条件很类似，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一定的看法，难道我也做很多事情瞒着他们吗？你觉得？应该说看还是看小孩自己本身的意愿。如果说父母亲希望你这么做，那你自己也很喜欢，甚至说啊，我觉得我这样做很好，那其实没有关系了。但是像我国中以前就完全照着我妈的模式在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变得我就是变得很自闭，因为都是活在自己的那个规矩里面，变成说很不喜欢跟人家接触。但是高中以后就反过来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就是很比较活泼，会比较三八一点，会比较跟人家讲笑话。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我觉得你比较活得像人呐、啊。对，因为像我刚你都是自己调养出来的啊。其实我像刚提到，像我妈以为我暂时在没交过女朋友，其实我交过十几个了。那我想说，应该没有女生会喜欢一个自闭儿吧？嗯。十五号同学。就是我从小一直都是班里这种乖乖牌，一直到国三那一年，就是机测我没有考好，我就觉得说我都这么听你们的话，然后那么认真念书，可是我还是考不好，所以从那年开始，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要跟我爸妈唱反调，就他们越说不能做事，我越要做这样。然后就是上了高中之后，我就开始交男朋友，他们就是很严格禁止交男朋友，然后又有门禁什么的，对。然后我就交男朋友之后，就是常常就是假借要就是去图书馆的借口，然后就跟男朋友出去约会。然后有一次我妈还找要打电话找我叫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快六点，门禁是六点。然后她就是觉得快要到门禁，然后打电话给我，结果我手机刚好没电，然后就是多面连环 call call 不通。然后就后来我就还打电话给我好朋友，还好我就先串通好。对，然后后来就是进了家门之后，我就看到她站在门口，然后拿电话，然后我就说妈你在干嘛？然后我妈说你去哪？然后我就说图书馆。然后我妈说跟谁，就问了一大堆很详细。然后我妈说，你知道我找不到你，差点要报警，就很夸张。嗯，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就是交男朋友，然后我还记得高三那年的暑假，然后老师就规定说，就是一定要学会游泳才让你毕业。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哎妈，你给我钱，我要去报名学校游泳营，不然我就不能毕业这样。然后我妈就说好，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哎，我妈给我钱，带我去报游泳营，你也一起来参加。我男朋友说，那不用参加了，我教你就好了。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结果我男朋友跟我说，哎，你还是要跟你妈说你有参加，叫你妈才会让你出来。我说好，结果就省下那笔游泳营的钱，然后让我那个暑假就跟男朋友一起游泳这样子。对，然后那些钱就是游完泳之后我们就去吃喝玩乐，就是吃东西、逛街、买衣服这样。嗯，请问十五号，你有没有碰过你的同学，他们从小就是乖乖牌？而且他们生活表里如一，这种同学应该也有吧？嗯，应该是有吧。你觉得他们过的生活跟你比较起来，他们比较不快乐吗？嗯，也不会不快乐，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子就会比较有出人头地这样子，就听爸妈的话，然后爸妈就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样子。听爸妈的话，小孩子不好吗？也是好，可是就是会比较没有自己的想法吧。就是会觉得说，就什么都要顺着爸妈这样子，对啊，就像我爸妈就是告诉我说，嗯，出去不能穿太露。有一次我就是穿比较清凉一点要去约会，然后我妈就站在门口跟我说，你给我懂嘞，然后就叫我站住，这样就是你穿的什么样子，要出去丢人现眼，不会让你出去，然后就把我赶进去，然后不让我出门这样。后来我就学乖，就后来就赶快再搭一件小外套，然后什么就是只要我出门就是一定要穿的小外套什么，然后。那个裤子，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妈妈买那种菜市场那种套装，这样一套的出去，然后去就是锁定那个外面那些便利商店或者那个素食店那种用厕所的，然后就赶快去换掉再约会这样。对。所以听爸妈的话的小孩，在你来讲，他们生活得很乏味。对，有一点。有一点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都是不听爸妈的话的小孩。可是啊，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从小成绩超好，然后超听父母的话那种，然后他就考上了大家就所谓的第一志愿哦，然后他自己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可是他后来念一念，他发现，哎，他念这个要干嘛？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是莫名其妙会来念这个科系，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哈，他好可怜哦，因为他都没有办法就是去想说那他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他只是爸爸妈妈叫他一直读书，所以他成绩就真的读得很好啊，那他真的读得很好，他就真的考第一志愿，大家都很开心啊，可是后来他自己却不开心。哦，这样说起来，我们从小都应该不要太听爸爸的话吗？对，啊，是这样子吗？4号妈妈，你跟着儿子一起来，对不对？来，五号妈妈，哎，是的，确定我跟儿子，知不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点疑惑的样子。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有的不知道，你想不想都知道呢？还是有些事情你还干脆不想知道？嗯。我觉得是都知道比较好，都知道，然后该宽容我会宽容他。会怕伤你心呢？这个我想他渐渐长大了，尺寸要放宽一点了，放宽一点，所以小孩子可以跟你坦白。对，他承受得了哦。真的可以确定啊。来，四号，你对妈妈是不是一向都很坦白，还是有藏了很多秘密？有藏了很多秘密啊，很多秘密 啊，所以妈妈还要听下去吗？当然要知道她的秘密啦，心里在看看对不对？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那我爸妈住三峡，所以都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就去夜店。然后曾经有一天晚上就喝了10杯混酒，还有大家1公升的公壶的混酒，然后大概3点半吧，就开始在水沟那边一直吐，一直吐。对，然后还有曾经跟在夜店跟女生有亲密的行为。对，然后还有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有带过女朋友回家过夜，然后他们都不在家。嗯哼。那过夜之后，应该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嗯哼。那时候都已经18岁，所以也不算犯法。嗯。就这样子。然后有没有之前当兵的时候学抽烟，然后退伍之后念大学还是没有戒掉，然后有一天就是放在背包里面被我爸不小心看到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我爸就等我回来，然后就诱导询问说你有没有抽烟，我说没有啊，他说真的啊，没有抽烟，我说对对对，没有抽烟，我不会抽烟的。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就转身从神桌下面把那个烟跟打火机拿出来，那请问这是什么？我就说就是。你不会说神明抽的吧？我当下很想讲，很想讲理由，对。可是后来我就说就是我自己抽的。他说为什么要抽烟？我就只好回他说，因为感觉很爽啊。所以你刚刚跟妈妈坦白的是你去夜店，对，还有带女朋友回家过夜，还有喝酒，对，这些事情都妈妈都不知道，对，这都他不知道，妈妈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带女朋友回家，我不知道。只有一次吗？夜店去了整整一个学期，每周必报到，然后还有一周是连续3天。嗯，难怪他用钱用得好凶啊。那你看他用钱用得凶，你有没有问过他？我以为是他吃饭吃那个都叫那个很贵的餐点吃，天天吃牛排。因为他有时候都会请朋友出去吃饭啊。女朋友带回家只有一次吗？我只有交过2个，然后都有带回家过。所以2个女朋友都带回家过？对，都有带回家过。至少2次了？对，至少有2次。还是不止2次？第一个女朋友是我当兵的时候交的，然后我那天放3天。你刚为什么只跟我们讲一次？好，后来还有很多次的感觉。说只带过2位女朋友回家的4号男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说谎瞒着妈妈呢？第一个女朋友是我当兵的时候交的，然后我那天放3天。你刚为什么只跟我们讲一次？好，后来还有很多次的感觉。那天我当兵的时候放3天的连假，所以他就住我家住了3天。3天都住在你家里面？对对对。OK， 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你反不反对这件事情？当然反对啦。当然反对。完蛋。对啊，因为还没有结婚呢。生米都煮成熟饭了。生米都煮成熟饭。你现在听到之后什么感觉？觉得好惊讶。嗯，所以回家算账。我回家啊，跟他沟通一下。如果当时你就知道，而不是今天这样子事过境迁才知道，你当时会什么反应？当时就会骂他一顿啊。
你当时为什么不能跟他讲？就一定会被骂，那干脆不要讲了。那骂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妈妈能骂你怎么样呢？就心里就不爽啊。心里不爽？对啊。那现在愿意讲出来又为什么？说知道他也没辙。对，就看你老了，你也不能把我怎样。要这样吗？所以妈妈，你告诉我们，你觉得小孩子他如果外面做一些事情隐瞒着你，你还是不赞成吧？对啊，我还是不赞成。对，因为我有辅导过一个个案了，就是那个爸妈一个晚上不在，就隔天回来的时候，那管理员说那天晚上来了20几个小孩在他们家开轰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训练的一种思考就是说尊重，就是该不该，就妈回来可能会觉得说你若要这样做，你至少讲一下嘛，因为这至少是我买的房子，是我的家，所以我觉得那个尊重的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尊重不见得能带来事件完全的真相，不过至少带来一些信任。如果家里面没有那个信任，你不会觉得很危险吗？家里没有信任哦。对，如果就像现在妈妈可能将来还在怀疑你是不是每天把事情跟她讲，然后你孩子觉得很得意，我要事后再跟你讲，这不就是你们之间没有信任了吗？我们之间有看，可能有些事情会有信任，可是有些事情我觉得不要讲才会不会破坏其他信任感。我觉得你真是吴老师应该再送他那四个字，便宜行事。对，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我看到四号妈妈，我觉得你有一点愣头青鬼的，就是说好像妈妈就是个性很好，脾气很好，然后你就好像吃定她了，你以后一定会有报应的。对，我很赞成老师说的话。就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可能都是穿就是细肩带背心，然后就露胸、露肩、露腰，然后就是可能又穿个热裤，然后就是露腿这样子，然后穿很高的高跟鞋，然后就化大浓妆啊什么的。对啊，可是就爸妈都不知道。从外面看到你，绝对不相信是你们家里的女儿。对。那你就很得意吗？没有，就之前有一次就被就是亲戚看到，然后就很惊讶，然后我也是非常怕他就是跟我爸爸妈妈说这样。所以你爸妈一定认为穿那样子的女孩子，在他们心目中一定印象很不好。对，他们就觉得你出去外面为什么要穿这样，是要给男生怎么样还是什么的？那你觉得你的动机是什么？就我就觉得。就年轻啊，就是以后老了应该就不能露了，所以就现在年轻就该露了就露一露这样。所以瞒着他们之后，你不怕刚刚吴老师讲的，你不怕将来有报应吗？就爸妈应该是，我只是不想他们就是觉得让他们觉得我在外面都是好像很不乖这样，可是其实我真的只是想要穿这样。二号同学，你要告诉我什么？我觉得就是像大家父母一定会觉得刺青是一件坏事，然后企业界或是学校老师看到也会觉得不喜欢。那其实我自己身上有三个，而且我隐藏了最久是5年，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有一次是爸爸看到，他带我去推拿，我就觉得他一定会骂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有，那现在大学生很流行纹身贴纸。就是要想办法骗他穿，夏天穿短袖的时候我一定会带护腕。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我打工，然后手扭到现在都没办法复原，然后一直要戴护腕。他说要不要推拿？要不要推拿？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戴着护腕就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刺青不是一件坏事，可是我也不想跟他们沟通，因为我知道一讲他可能就会开始臭骂。因为台湾的社会就是现实就是摆眼前，刺青可能找工作不好找。现在还留在你身上吧？这个都在，都没有用掉。他现在知道了吧？拜托他不要看电视。你就坦白跟他讲嘛，已经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变成全天下唯一的不知道一个人，不是也蛮可怜的吗？因为我怕他会觉得，因为我有些地方刺得很明显，就是像手上的，那他如果看到的话，他应该会觉得我后来假设爸爸今天就站在这边，你要跟他怎么讲？我错，我刺一个青在我的手上，还有背上，还有腰上。你真的觉得你不能跟他坦白讲吗？我觉得结婚那一天他一定会看得到。就是他一定会看到我手上，因为已经不能再戴任何护腕，就是或者是什么东西摆在手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就真的会坦诚。现在不是坦白的时候。我一定会霸占电视，让他看不到这个节目。我觉得做父母亲，大家永远要想到，你的小孩子一定有一点点或一些什么事情，跟你的想法跟期待可能就是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不太想让你知道。今天我们告诉您了，其实自律之外，还有很多的尊重跟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专家还是告诉您，有时候你要稍微放宽一点点，让他们有一些自我调整的空间。祝福您，再会。